这个是之前有限免的游戏。对，为什么？对，安安，为什么？安安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安安。已经在游戏中。啊，我怎么抽到都是晴天白云啊？我也是耶、欸、我也是。这游戏怎样、啊？他们在邀人的时候，我也来抽一抽好了。对啊，我好多颗球，可以吗？啊，好像有看到，我从灯就进去就看到。哦，紫色。哎、欸，哦，紫色，在哪？在哪？哇，紫色你还是可以开到蓝色哦。解锁指令，又一颗紫色。我一个史诗鸭子。哦，我刚有南瓜，我有南瓜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好像变成我是队长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哦、没有啊，我这边看不是啊，啊我看不是啊，我这边按杰瑞键进不去，是因为好像是因为我变自己变一个队耶。哎、欸，是你要看能不能离开队伍之类的。嗯，那你看队伍、啊、现在在看怎么离开？哦，是点中间个战利品球吗？对，对，战利品球。整个游戏重开啊！他怎么装备呀、啊？啊，好呀，上面上面是有一个球库，对。好的，我编辑完了。我还有 MVP 的音效，哎，哇哦。哦。然后结果它是有版权的。稍微简单讲一下这游戏怎么玩，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，你没有玩过那种弹珠台吗？嗯嗯，对，它就是有那种弹珠台的成分，只是呢，差别在于我们可以控制这颗弹珠。对、嗯，然后呢，就是弹珠，对，我们就是弹珠。然后呢，弹珠台不是有很多可以弹来弹去的东西吗？嗯，那就是在里面之中呢，嗯、你就要靠弹那个赚分数。哦，对，然后呢，赚到分数之后呢，它之后一定期会开一个门，你就要进去门里面把分数登录到你的队伍，这样。嗯哼，嗯哼，然后呢，因为呢是两组竞赛，这个就代表着弹珠其实可以互相砸对方。把对方砸死，就是大家最期待看到的话，没有错，攻击，攻击，杰瑞要进来了。你要说他像火箭联盟的话，有一点哦，有了，对，还蛮像的、啊。没有，我都没抽到兔，兔子感觉就是传说之类的。没有啊，我抽到嘴巴。哦，没有啊，居然哪里可以加入队伍？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，还可以出子，确定啊？对啊，你抽不到可以出子啊，大出子。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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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克起来，对，克克克克克克起来克克克克克，我们这是照 ID 的长度去分的队伍吗？哎，嗯，我不知道就这样子啦，进来的顺序这边比较长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这边比较长一点，雨月也不错长啊。仔细比起来，我应该比哈基稍微长一点了。而且是吗？那么别人，哎呦，怎么样？怎么说都是我最长，好不好？你最长，你最长，你最长，你最长。是。那我们就先随便找个图玩一次看看啦，就是玩一次。嗯，对啊。我已经完全忘记怎么按了。我刚刚教的也忘了。没关系。然后这边可以选两个技能。哦。哪里？等一下，我们还在等待，还在等待，我们还在等待。等一下，哦，提进来之后可以选技能，哎，有两个。对，啊、通常那一件一刚开始，大家应该也就走那两个啦。哎，我第二个、哦，第二个有，第二个有两个，一开始预设的。那是你准备的东西啊、哦？我是丫丫，因为你那好可爱哦。我是丫丫，你看我是南瓜，好可爱哦。我是南瓜，可爱哦。对，丫丫也好可爱哦。对啊，好，什么南瓜戴奶罩在头上啊？哎、欸，那不是，为什么你奶罩上面有毛啊？曼戴马莲习惯了是不是？曼戴马莲，走喽！好，你看到现在上面有很多白白的，就是可以那个、可以吃它赚分这样子，就经过它就可以了。啊、对，哎呦，这样蛮大的耶，很大张，好大张，哎呦。等一下，哦、爸爸，我不会用摇杆，摇杆要怎么加速啊？那个 X 吧 ，X X X X， 对，要 X 加速。嗯，哦，嗯，嘿，嗨，哎呀，可恶，没砸到，哦、想攻击别人啊？砸死哪一颗键？我想攻击，想来啊、通常是第一个技能左键，就是会往上一跳，然后呢砸下去这样子。哦、啊，那个技能怎么按？就左键啊，滑鼠右键，可是他要那个，啊、他要充能，你就是要去靠弹那个东西。你可以看底下那个正下方会有那个充能。嗯，没错。R T 是哪颗键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用右边后面那颗。哦、完了。走喽，
冲啊！哦，哎呦！啊，可恶，没砸到！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没有，没砸到，可恶！没有开了，没有开了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掉了，翻脸了！哦，吃到一个奖励球球哎！你最棒！对啊，可恶！哎，可以，哎呦，有砸到吗？可恶！没有，想怒，好想死人呐！想砸谁啊？我怎么卡住啊？得分喽，得分喽！进门喽！等一下，没有人可以砸啊！可恶，可恶！都没砸到，只有1000分啊，有点少啊！真的好想砸人哦，砸不到人啊！人都没看到人啊！哎，小雨嗨，让我砸一下了，分数拿走了，想干嘛？让我砸一下，我想砸，真的砸一下嘛！我突然发现我好专心在吃地图了，你们太专心了，专心了，要打一下、啊。我完全都在找那种边边角角的。等一下，我发现我摇杆我反而砸不到人呐、啊。是不是等一下改换一下？临时换回去应该也是换的回去啊。嗯，我要换了。马上切回去。哎、为什么？小雨，我干什么干什么？我在换摇换键盘呐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换摇。换摇，换摇，有代打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哦，抓到，这样也都被你发现了，没压到，可恶！哎呀，耶，抓到了！哎笑，哦哟，我被呛了，系统说我太短了，一开始拉的那个啊。没有记性，300分有点少，做太短，交分数喽。对，这要得分，然后呢，杀人的话可以把他的分数夺走，这样。哇，有到全部吗？还是就一点？没有一部分啊，部分一部分吧。繁星，繁星好多分哦，看拿他。可恶，我才刚砸过繁星，他才刚砸过我哎。哎，小雨，在门口，在门口到了，我没忍住啊。哎呦，可恶！三D 晕弹出台，真的是，真的还蛮转的啦，还蛮转的。观众应该看到想吐。自己玩还好，自己玩还好，自己玩还好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啊！可恶！我要赚分了，我要赚分了，压到，可恶！哎呦，剩60秒，咚咚咚咚，叮。等一下啦，太场地太大，我打不到人啊。这张场地是真的蛮大的。这不要，我看一下这什么东西啊啊！有点小雨，我又被踩到。让我压一下啊！让我压一下啦！那个杰克，杰克来一下。音乐干嘛？没事。可恶！交分数喽！啊，你们讲交分数是什么意思啊？繁星，声音很小。繁星去绿色的那个洞进去就会缴分数。对，你要进去绿色洞。对。哎，小。哇！哎，怎么有人可以守了守门呐？守门啊，这么猛！踩爆他！谁啊？哇，这个人繁星分数被你抢走了。交个分数。我再交最后一点点。上不去。被挡门口了啊！繁星没抢到分数，可惜。啊，杰克。第一场而已。啊，杰克。还在熟悉。啊，杰克。对。啊，怎么了？没有，刚刚也在调麦克风哦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那个奶罩南瓜。还是吃这个哦。奶罩南瓜。觉得嗯。准备按哪颗？哦，被杰克偷了300多点。嗯 ，X 是哪个啊？左边、右边？左边。好。你们可以不要按吗？先让我看一下左边是哪一边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是用 PS4 摇杆啊。哦，居然 PS4 哦。对啊，所以左边是 X， 右边 B。你知道他讲说按叉，我的叉跟他的叉是不一样的吗？他是左边的，他是左边的。好。
在里面可以换 skin 吗？好像不行哦。不行，要出去吧。你要出去。可爱啊！换个。好可爱啊！跳跳。为什么还可以旋转？为什么不行？可以、啊，你跳两次就可以了。哦。因为你头上那个会掉下来。哎、欸。那你后面要扣好才行啊。对。哎、啊，你会拖吗？会啦。你有手吗？有啦。你有手吗？哦，漂亮！过度充能，哦，直接关。这次的充能比较小哦。啊，这个好像还好。哎呦，哎呦，中了啦！还没开战呐、啊！我不管啦！算你分再开战啦、啊！又十五分呐、啊！十五分，你要十五分打也爽啊！分数不重要啦，开心就好。重要、啊，真的是这样。开心打架比较重要啊。开心打架。哇！干什么干什么？那个谁？那个谁想干嘛？没有。想干嘛？哎，可恶！哎，我来开心啦！哎，月头必通哦！哇！哇哇踩到两个，好扯哦！你这样踩到两个，跳跳跳跳跳、哦，让我赚一下分嘛，好嘛，得分！呜、哎、呼，干嘛？呜、哦哦，我差点咬到！呜呼呜呼，哇！可恶，没动到！哎呦！啊哎、欸，我敲到谁了？压到我，谁啊？谁被压到啦？弹弹弹！哎呦，哎呦，赚分数喽！送分数回去喽！堵门喽！呜，堵门了，堵不到！堵门喽！记得去送分数哦！我没进不去啊，八七啊！哎、欸，小跳，跳，这里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我完全没加速，耶、哎！Yeah、干什么干什么？人怎么那么多啊？两三个人在我旁边跳来跳去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小雨，干嘛？我只是在赚分。对嘛？你们都玩这，我们在玩这个时候。哎呦，这个人，干什么？我很远，跑很远了，跑很远了。不要不要不要再来了！不要再来了！耶！你们那边好刺激哦！哎呦，好险好险！哎呦，杰瑞给压一下！太可怕，被追击啊！三四个在追击我啊！好玩啊！送分数喽！哎呦，中了吗？我从超远的地方过去啊！哎、欸，他队伍会变吗？不会吗？不会，所以等一下可能我们要设定一下哦。哎、oh, 欸，那么问问。三个三，我现在还在飞啊 ！Triple kill！ 快快快，送分数，快送分数，点数！你们了！哦，等一下，压哦，走喽！踩到了的，一踩到一个刚出生的。踩到就没分了，软软的，哎、欸，嘿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压到谁了？你踩到蟑螂，踩到蟑螂，所以是哦，你是哦，好哦，小雨在干嘛？我被定身了，耶、啊！哦、yeah ， oh. 对，我看有一招可以那个定身，就是啊，啊，没有预，哎呦，可恶，预测失败，哎呦，凶残啊！哎、欸。哎呀，没腰到啊！很小，哎、欸，刚刚好，哎、欸，嘿嘿，哇塞！哦，还剩六十秒，崩门了啦！你小雨发生碰撞，这么刚好啊！嗯，真的，差一点就死掉了。嗯，哎呀，可恶，影院闪开了。还是被打到了。嗯。哎、欸、小。大家都开始趋近于保守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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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好记，谢谢你。哎，交分数喽！哎呦，交分数啦，各位！交分数啦，各位！我怎么弹走了？被弹走了！哦，被电了，被电了！我被弹走了，弹走啦！我没分，我没分，我没分啊！我被弹走啊，威毛啊！结束，结束喽！那个压人好难压哦，真的要瞄准。嗯，要怎么控那个一个框框出来啊？要按哪一颗啊？框框好像是右边，右啊吧，右边后面第二个。那个不是技能吗？哎，什么东西框框？我记得长按，就会有个技能，就按住，然后用右边的那个滚轮滚，它就有那个框框。哦，啊，可以换个那个啦，队伍。换个人，Hello， 那这样是不能准备啊？准备感觉是退出吗？对啊，离开游戏吧，整队离开，离开吧。好，你们整队离开，好好好，那怎么换啊？他重新哦，还是一样啊？他有没有办法换？要更换队伍吧？对啊，哪里有更换队伍？可是现在满的，满的是不是没办法动？满的没办法。那我重腰，对啊，你重腰好了，绝对全部重腰好了。好，我三个球。那我可以抽两颗球，哇，我可以抽四颗耶！他好像只要退出房间就行了吧？哎呦，黄金球！哎，不行，要真的，我有两颗黄金球哎，爽！等我一下啊，等一下再抽啦，等一下看不到东西啦，等一下抽礼物啊，再抽啦，再抽啦，等一下啦，我有花圈，白的球，我这好吃球好恶心哦！哎哎，有音乐，有音乐的这。是 MVP 音乐啊，哦，